好，我们先连上台湾伺服器 VPN 状态已连线。好，然后我们电视已经连上去台湾的专线了。我们打开应用，打开 YouTube。播放 ，OK， 正常播放。我们快转。嗯，很快，非常方便。好。那我们看录。我们现在测试的就是证明一下，该连的就是那个。对 ，VPN。